Thank you for staying our hotel. Please don't leave anything behind. Have a pleasant journey. Sir, sorry to interrupt you. Do you mind 我晾个衣服？ Never mind, be my guest. 哇哇，可以可以，春哥，这才几天呀，都能情景对话了。对啥话呀，这上面不是说了吗，只要听见 sorry 就是说 never mind， 这都是套路。能记住套路也是进步。张李冰原 congratulations。 Thank you, so kind of you。 哎呀，你说你这剩这点多好啊，这入了冬了，哎，你就能站到大门里边了，回头我也得找年月经说说去，就这点英语我都不用复习，闭着眼就考过去了。其实我还真跟孙经理提过你。他怎么说的？他是不是说我应该保送李明元，然后直升首席李明斯？他说你可能在酒店干不长。为什么？那他没说。这家伙不会憋着坏想害我吧？我觉得不像。他说的挺正经的，就是那种讨论职业规划的口气说的。不行，我最近还是得防着点他。我已经背了一个最终警告了，再犯点错，他就直接把我开除了。Hello, may I help you? 摩西，摩西，是小张吗？哦，刘阿姨。你晚上有事情吗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等会儿把菜买了我就过去。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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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有恩不回来吃饭，这两天呢他们在搞那个复训啊。哎呦，他讲累得不得了啊。今天结束以后呢，他和他的同事要到那个隔壁的韩式烧烤城啊去聚餐。哦，那您的意思是，咱俩也去？去你个头啊！有恩呐，对烟尘过敏，他又有强迫症，过敏以后一起痘痘嘛，就忍不住要用手去挤，一挤嘛，挤个满脸花。自己骂自己手贱，下次嘛还是会继续。哎呀，你说他是不是不省心啊？我怕他去吃烤肉又犯这个毛病。你等一下过来，帮我把过敏药给他送过去。好吧。那没问题。但是这聚会，我去合适吗？小张啊，侬真杠啊！送药嘛是由头，晓得吧？要叫有恩的朋友都知道你，认识你，积成事实，晓得吧？要给有恩压力，晓得吧？哦，晓得了，晓得了，晓得了，那包在我身上。谢谢，那我的，给你，自家的还有，怎么回事？刘威，你怎么来了？柳阿姨让我来给你送药。嗯，送到了我就走了。别呀，来都来了，别着急走啊，坐下一块吃吧。坐吧坐吧，快吃一块吃，快点坐坐坐，坐吧。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叫张光正。哎，有插座吗？桌子下边有，你手机没电了，我有充电宝。业务够忙的。不是不是，就这个，这个在哪里啊？加湿器啊。哦，在这儿。这么啊，不好意思，你让一下。你要放桌上啊？啊，这里烟熏火燎的，太干了，我怕有人在流鼻血。哦，这你一路背过来的？啊。这个得放纯净水，它自来水有水垢，而且消过毒，对身体不好。哦，是是是是是。哎，哇，郑永恩，可以啊，随行加湿专员。坐回来。
以后你出来吃烧烤，我都带着他。呀，那以后吃烧烤也得带着我们呀，是不是啊，友恩？对呀，王平。那个我不饿，然后我来给你们烤肉，你们就踏实吃饭聊天。哦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麻烦把炉子挪一下，把炉子看能不能放在这个地方。你还会烤肉啊？啊，没吃过，就是会烤。也行，来。既然有人烤，我们就专心喝啊。北美专线的两位，咱们得有一年没聚了吧？我们欧线的代表一起来庆祝佟娜娜摆脱渣男，干杯！摆脱渣男，干杯！娜娜，我们早就想跟你说了，你那件事儿公司好多人都知道了啊，不许郁闷啊，也不许不好意思，知道这件事的所有人都站你这边。嗯，没错。别的不说，能闹到公司来，这男的他首先他就没品，没有跟这种人没法过。嗯，早离早好。对，对。你说什么来着？干嘛悠悠？来吧，再干一个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远离渣男，远离渣男。嗯，好吗？哎，昨天。商务舱一男乘客跟我聊天，他说他的人生格言就是不要勉强自己，我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。我心说当然了，就像你这么傻而不自知的，谁能满意你啊？我最烦明星上机了，我递给你那张纸，它叫入境表，你签个名之后您还给我干嘛？谁求你给我签名啊？纸上被托运了没随身携带吧？这算什么呀？我前两天碰到一位爷，刚上商务舱，哎，就开始使唤我。帮我挂大衣 ，Don't fool it's our money。哎，你们 serve 里头有什么类型的 whiskey 啊？没有 whiskey。Oh my god， 给我来份 China Daily。哎，起飞前不要 desert me。然后爷就把鞋脱了，哎，整个舱里全都黑了，你知道吗？能看见黑烟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就这种烟。行行行，吃饭了。来，恭喜你遇到黑烟，我中奖啦。嗯，绝了。猪五花吃吗？吃烤焦点儿。牛排吃不吃？是不是也要烤焦点？嗯，牛排可嫩的。吃不吃鱼？吃鱼好，吃鱼补脑。你觉得我傻是吗？哎，瞧你说的，我给你来块鳕鱼。郑有恩，嗯，我发现你就吃这一套。我吃哪套了我？你上个男朋友不也这款吗？贴心小甜甜，随身男丫鬟。别胡说八道，你们俩没什么关系。没关系啊，小哥哥，我看你长得挺周正的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嗯，你看我干嘛呀？小姐姐问你话呢。哎呀，人家是酒店大堂的经理，就咱们公司那个协议酒店鲁兰，我最近住在那儿，那挺好的。哇，年轻有为，小哥哥加个微信吧。好吗？哎哎哎，你不都要结婚了吗？还在这撒网呢？我没撒网，快先扫。我是想选婚礼的酒店，经理，宴会厅你管不管呀？我找个时间去你们酒店看看呀。啊，欢迎。那个，你啥时候去？你跟友恩说，我给你打折。好，打什么折呀？倒贴他钱。看看看看看看，还说没关系呢，这太不惊诧了。小哥哥，我跟你说，继续考，考他，早晚被你考熟了。要坚持啊，但是你绝对不能像上一个混蛋，一耗耗他四年，可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他这个人，就是脸看上去冷冰冰的。上一段黄跟他完全没关系，那男的跟你一样，跟前跟后的特别殷勤，结果说走就走，连个电话都没有，人间蒸发，直接消失。你说混不混蛋？干嘛呀？吃块肉。我跟友恩呢，我们俩是同届的，一起进的公司，他的事儿我都知道。快吃肉。好。烤好。太焦了吧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完全不用自卑，那混蛋没你帅，而且没你年轻。哎，
你今年多大呀？哎，我想去上厕所，你陪我去一下吧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那我们一起啊。哎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哎，你有没有筷子？哎呦，走吧。哎，烤它，快加油加油吧你。哎呦，我的天。有人要不要再加一个那个，大肠？陈冠正，啊，你这鼻子是垫的吧？怎么那么高啊？啊，不是，你看我一大老爷们垫鼻子干嘛？你看天然的，反正看着怪别扭的。你要是看着别扭，我改天给他削了。好，你给我烤那鱼呢？哦。还没熟，你先吃块香菇，香菇也很好，能够乌发明目。你以后少跟我妈聊天，为养生老头子。